在这一小节中，我们来介绍原生图数据库的实现原理。虽然已经有封装的很好的图数据库供大家选用，但图数据库也属于卡脖子类型的基础软件领域。我们国家也应该多一些自有知识产权的优势图数据库引擎。因此，了解背后的实现原理仍然是必要的。原生图数据的实现原理并不复杂，其中一个核心概念是免索引连接，即 index-free。Free, Adjacency，它的基本想法是为每一个节点维护一组指向其相邻节点的引用。这种引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相邻节点的微索引。这种微索引比起全局索引，在处理图遍历查询时非常廉价。其查询的复杂度与数据集的整体大小无关，仅正比于相邻子图的大小。这里我们首先简单了解一下。 几种在关系数据库中实现的常见 table join 的计算复杂度，例如 nested join 的复杂度是 O(m) 乘 n，hash join 的复杂度是 O(m) 加 n m a g i c join 的复杂度是 n 乘以 log n 加上 m 乘以 log m。可以看到，这几种 join 的计算复杂度都与表或者数据集的大小 m 和 n 有关，而对于 index-free adjacency。Free adjac ency, 关系直接基于某个节点的相邻节点获取，比如 tail to head 和 head to tail。例如，为了查询 who is friends with Alice，我们只需要检索 Alice 的所有的 incoming friend 的关系即可。这个复杂度仅与节点的邻居个数有关，而与整个数据集的大小是无关的。接下来，我们深入的看一下原生图数据库的物理存储实现。我们这里还是以 Neo4j 背后的实现为例。 来介绍，其最核心的实现是两个文件，即节点存储文件和关系边存储文件。Neo4j 重点通过这两个文件的物理结构设计，对整个图的查询进行了全方位的优化。知图谱中的节点存储于独立的节点存储文件中。首先，每个节点的存储空间固定，如十四个字节，这样便于直接通过 ID 编号计算获得访问地址。 基于这种格式，节点查询成本为 O 1而非 O n。每个节点首字节标明是否 in use，接下来四个字节存储该节点的第一个关系边的 ID，再接下来四个字节存储该节点的第一个属性边 ID，再接下来四个字节存储该节点的第一个 label ID。这些 ID 都类似于指针，便于从该节点出发快速的检索。 与该节点有关的关系边、属性边和 label 等等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节点的属性数据，比如姓名、年龄等等，是分开存储的。节点只存储其第一个属性边的 ID。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节点便利的高效性。知识图谱中的所有的关系或边存储于独立的关系边存储文件中，和节点存储类似，每一个关系边的存储空间固定。 比如三十四个字节，这种设计便于直接通过 ID 的编号计算获得关系边的访问地址。每个节点首字节标明是否 in use，接下来的四个字节存储该关系边的头节点 ID，再接下来的四个字节存储该关系边的尾节点 ID，再接下来,的四,个的 ID, 接下来的四个字节存储关系边的类型 ID。再下面存储头节点和尾节点的。 上一个关系边的 ID，以及头尾节点的下一个关系边的 ID，和节点存储的设计一样，这样做都是为了非常快速的检索与该关系边相邻的头尾节点、关系边类型、与头尾节点相连的前一个关系边和下一个关系边。基于前面的节点存储文件和关系边存储文件，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对图进行便利。如图所示。 给出了一个图谱的实际物理存储的结构设计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设计从各个方面都做了优化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快速的从一个节点出发，找到它的第一个关系边，再从该关系边找到相邻的另外一个节点，或者进一步找到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 n 个关系边。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关系边出发，快速的找到它的头尾节点，以及便利头尾节点的前一个。 或者后一个关系边，我们也可以分别从节点和关系边出发，快速的查询它们的第一个属性边，进而获得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 n 个属性边，同时也能快速的检索它们的节点类型以及关系边类型等等。这种全方位的优化，使得我们从各个角度对图进行便利都非常的高效和便捷。图数据库中存在大量的属性，这些属性的检索与图的便利的计算是分开的。 这是为了让节点之间的图便利，能够不受大量属性数据的影响。节点和关系变的存储记录都包含指向它们的第一个属性 ID 的指针。属性记录也是固定大小，便于之间通过 ID 计算获得存储位置。每个属性记录包含多个属性块，以及属性链中下一个属性的 ID。每一个属性记录包含属性类型，以及属性索引文件。 属性索引文件存储属性的名称，对于每一个属性值，记录包含一个指向动态存储记录的指针，这主要用于存储大属性值或者类联值，就对于那些比如姓名和年龄小属性值。接下来我们回答几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。第一个是 RDF 图模型和属性图模型的比较。属性图实际上是 Neo4j 所引导的一种数据模型，尚未形成工业标准。 但因为推出时性能比较好，因而得到工业界的大量的实践。RDF 图模型，确切地说，不是一个数据存储模型，而是一个数据交换的格式标准。它由国际万网联盟 W3C 倡导和推动。因为来源于人工智能领域有关知识表示方向的研究，因而具有比较好的知识表示理论与基础。一般而言，如果应用场景重图结构和查询分析，属性图会更合适一些。 如果应用场景重知识的建模，特别要求描述和表示复杂的关联关系，且有知识推理的要求，采用 RDF 图模型会更合适一些。这里我们也比较分析一下几种常见的知识图谱查询语言，其中 Sparkle 是由 W3C 推动的工业级标准查询语言，因为与 RDF 对应，也具有较好的理论模型基础，同时对于更复杂的知识表示的查询，知识度会比较好。 而其他几种查询语言，例如 Cypher、Gremlin 等，主要是针对图的结构设计的语言，一般对于比较强调图结构的应用会更加适用。这里也列出了常见的各种知识图谱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比较分析表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展开具体的介绍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查阅相关的文献。我们最后对这一讲的内容做一个总结：知识图谱存储方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性能。 动态扩展、实施成本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。首先需要区分原生图数据存储和非原生图数据存储。原生图存储在复杂关联查询和图计算方面有性能优势；非原生图存储兼容已有的工具集，通常学习和协调的成本会低。其次需要区分 RDF 图存储和属性图存储。RDF 存储一般支持推理。 属性图存储通常具有更好的图分析性能优势。此外，在大规模处理情况下，需要考虑与底层大数据存储引擎和上层图计算引擎的集成的需求。图模型是更加接近于人脑认知和自然语言的数据模型。图数据库是处理复杂的半结构化、多维度的紧密关联数据的最好技术。我们鼓励在知识图谱项目中采用和实践图数据库。 当然，数据库也有它的弱处。假如你的应用场景不包含大量的关联查询，对于简单查询，传统关系模型和 n g s q l 数据库在性能方面更加有优势。RDF 作为一种知识图谱表示框架的参考标准，向上对接 o w o 等更丰富的语义表示和推理能力，向下对接简化后的属性图模型以及图计算引擎，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知识图谱表示框架之一。这一节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 thank <sweak> you